战总，我的错，中午吃饭我多喝三杯向您赔罪。看来战总也不像传言的那般不近女色。既然战总没有玩腻，那我就再等等。你马上跟我道歉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们可是合作伙伴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小骚货？骚货，小小年纪就会勾引男人，日坛要强暴我，我没有勾引他。怪不得那考场那么好的大学呢。 身上全校的男人都睡过了吧？贱货！所以我长得好看一点，就要接受这帮侮辱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们可以私下里头讨论一下玩女人的艺术。毕竟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战总，都误会，您听我解释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战氏集团与你们敬业公司。 都是我的错，您听我解释，我的错。战总。